好感今日就教大家一個電動沙發的建成過程。首先就由這個就會有我做啦，這個是北斗，跟住就會除了北斗之外呢就有北斗，我們就叫這個做南斗啦。就由於原案交易啦，就這個呢是這個紅色這個呢就是原案交易，咁原案漂移就係、將沙嘴嘅沉積物咧就連起啦，就南島呢邊咧都有一個原案漂移。咁除咗有月亮飛行之外咧，就仲有一個冬季季候，冬季季風啦。同埋一個夏季季風。咁跟住咧。就由於佢哋兩個風吹啦，咁所以咧就啲沉積物咧就會慢慢咁樣連成，跟住咧成為呢個連動沙洲。咁呢一個咧就係、是。電島沙洲的形成。咁我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。